巧，我是蒋，我来了。开学之前，妈妈要带我玩一趟，因为再不去的话就没有时间，就得等下一次放假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放假不对，你们都开学了吗？估计都快开学了。现在咱们就出发吧，狗狗狗。他们一进来就开始蹦上了，哇，这个更高，还要飞到太空去了。给你们看看这里吧，真的好大呀！妈咪，妈咪呀！哇，太好玩了吧！哇哇，这个蹦床蹦的比较高，弹力比较大。哎，这哥哥整个大天爬，现在他过来玩篮球来了，底下还有蹦床。开始，涵跟哥哥都进去了，是不是？都好棒啊！哇，这边是个淘气堡，他们又在这儿玩上了。快，快，我动都钻过来。哥哥在这等着，叫涵去钻呢。走吧。哇，这里边的空间也好大呀，他俩都能上去了，我都跟不上他们。这个上面还有这个玩的，大家知道叫什么吗？看我跟涵俩荡秋千哦。哇，有的这大滑梯，涵敢不敢玩？不敢。又胆子小啊，不敢玩。我连我也不敢玩啊，太害怕了。啊，这个啊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好高的！快！你看小孩上去了，他是从这个网下来的，他不敢上去了，又下来了。现在可以免费得两个冰淇淋，现在咱们去球吧。冰淇淋凉凉的，一股草莓味儿。玩的正热，正好吃一个是吧？还又来这蜘蛛箱这里了。看看这边有小朋友往上站呢。给你们看看，这是一个绳编织的，特别好看。看小孩上去了。啊，这里边是这样式的，针织的。小孩呢？哎呀，哇，看这里边好好玩哎。你们看到孩在哪里了吗？有没有？妈，躲起来了。现在我们玩完要回家喽，拜拜，小猫。那有一只小猫咪，走了。